市长胡志强和多位地方民代以及许多民众，大家手牵着手，围绕着千年家东树唱起生日快乐歌，并且向这棵老树祝寿，表达市府跟各界守护老树的决心。20年你不去，5年以前你盖，搞不好台湾的民意还没有变。你爸这边去，我们市政府当然不能让他盖厂，谁叫你要拖那么久？拖到现在，全民公益都是要保护他的家当树，对不对？每年的农历8月16号是家东树王公的生日。依照习俗，家东公的妻子都会在前一天，也就是中秋节前往团聚祭拜。今年因为护树行动，让这次妻子团圆祭拜活动格外热闹，不少人是全家大小一起出动看看老树。因为还是蛮灵验的，所以就觉得他会就像树可以守护着家园，可以保护我们这样子，对啊，就觉得还不错。我小时候就住在这个社区，那我妈妈他们老一辈的观念都认为说，小朋友出生的话，如果说可以给家当工作可以干的话，你奶他好有气，对。啊，事实上也是真的。对，我的小孩子都蛮好带的。地方团体带来乐曲表演，炒热现场气氛。不少艺术家也拿起画笔画下老树身影。多个月来的护树行动，在各界及市府的努力下，圆满达成任务，也让更多后代子孙认识这棵老树，了解它的故事。记者邱峰，台中采访报道。